陆岩，你还在不在？什么事儿啊？我，谁让你突然冒出来吓人的？那不然我回去。哎，等等，刚才你也在审讯室啊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是怎么帮我的？你一下子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哪一个？帮我难吗？其实不难，你也可以自己学会。我？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是云溪灵石重聚之身，又被我以元丹滋养了多年，所以你的身体里蕴藏着元能，只要找对了方法，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小小的艺术。来，把手给我。这是你身体里本来就留存的元能，我只是帮你把它引了出来。这太厉害了！快教我，快教我！你说过的，一分帮助十倍相还，这是你给我定下的规矩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把今天的报酬兑现了，我再考虑考虑要不要教你些其他的。告辞了。你斤斤计较，还严将军呢，小心眼儿死了。